星期的開心直播啦，咁今日的可愛手袋我哋今日加添咗少少 H 元素啦，但唔多 H 嘅，咁可能都係買一啲底環啦，可能係咪5000多元啊？店長，5000-6000咁樣啦，5000-6000咁樣啦，有啲再平啲嘅，3000都有嘅，咁我哋咪即係總之你越大部分係10000元留下啦。係啦，咁可能有1-3-2隻會貴啲啲嘅，咁但係都係做一啲開心價比較春夏啲嘅手袋啦，咁樣。今日暖得好多啊，日本。咁所以咧，希望我哋可以做完嘢之後去行下嗰啲即係外圍嗰啲位置啦，靚靚嘅位置。咁我有啲唔同類型嘅嘢，例如。有啲可能之前我哋做直播咧，有啲男性嘅觀眾咧，佢哋想買一啲 Coach 嘅，咁我哋都有啲比較靚 crossover 啦。咁呢個就係 Fire 世界再 crossover Coach 啦，一啲靚靚嘅組合啦，咁我哋都會講啲嘅。咦，我唔記得咗戴我頂好靚嘅帽。咁跟住咧。幾靚，咁跟住咧，晏啲咧就會再同大家慢慢講噶，咁樣都好多唔同類型嘅嘢啦。咁如果大家睇中咗任何嘢咧，就 cap 圖 WhatsApp 佢6444470。我哋聽日繼續會去講嗰啲 L 君嘅衫啦。咁將重温傑耳環或者CC 嘅耳環咧，就要留意我哋今晚嘅直播啦。唔係今晚就聽晚嘅啦，夜晚我哋有30-40對，有冇30-40對啊？定20多對啊？大概20樣 accessories 嗰啲咧，會夜晚同大家做直播，但可以夜啲嘅，可能大家去翻到屋企休息嘅時候噶啦，可能去到已經係啦，都夜少少嘅時間啦，咧 say 10點-11點香港時間咁樣啦，咁我就會同大家做一個開心短直播，全部都係靚靚 accessories 嘅，有新款嘅 CC， 有 CC 嘅銀包，就今晚，咁咧而家全部都係一啲日本靚靚手袋 ，OK， 10000元留下。有啲2-3000，有啲3-4000，有啲5-6000咁樣啦，我會同你講。咁後面嗰兩隻就貴少少嘅，咁所以嗰兩隻就押後再講啦。啊 ，Honey， 等我陣 ，OK， 隻幾靚 ，L H 嘅筋，夏天元素幾好，加住個咁靚嘅 Gips 啊。咁好啦，我哋開始講啦，咁樣。咁啊，等下店長幫我慢慢 share 啦。OK， 我盡量講啲底玩嘅嘢先啦。OK， 咁啊，放低我呢個靚靚巴黎世家 crossover G G 先。我講多幾分鐘好，我講多幾分鐘，食飯未啊？講一笑啫。咁跟住咧，大家睇中任何嘢咧，就 cap 圖 WhatsApp 6444870啦。咁再同大家講多次，日本連線嘅嘢全部都要等15日先可以翻到香港嘅。咁如果大家想買啲嘢急用嘅，我就可以 WhatsApp 店長睇下落到1號有冇啦。而落到1號聽日就會為大家開門噶啦，因為呢兩日我哋都係有少少公司上嘅嘢，我哋所以唔開嘅。咁星期一我�哋就會開門，開12:30嘅，同時咁希望大家都 WhatsApp 咗店長先啦。如果嚟攞貨嘅朋友咁，希望同時為你準備好。咁有時因為同事可能一個人咧，佢有機會去咗郵政局啊，或者去咗洗手間嘅，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嚇。咁我哋總之盡量大家互相溝通多啲啦，咁你就會好啲啦，唔使大家要等啊或者不行啊咁樣啦。咁好啦，店長我都要再 share 多一兩個嘅群組啦，咁跟住或者大家都幫我咧 share 下啦，咁樣。咁大家睇中任何日本連線嘅嘢，嗱，前日如果有收有朋友有開心，佢哋好中意睇嗰啲珠寶嘅話咧，就麻煩大家可能睇翻前一兩日嘅連線，其實好易睇到嘅啫。阿車你著件運一字領嘅，從來好少見呢樣。跟住咧，跟住珠寶連線啦，跟住有啲CC 耳環連線就著咗紫色衫，全部都夾嘅啲耳環，大部分。紫色毛毛褸，咁跟住係咯，我應該再分開啲幾件衫，等大家容易啲。但我冇帶咁多衫嚟，我都應該要買翻兩件衫。咁跟住咧，我呢件都係琴日買嘅，冇時間。咁跟住咧，好啦，跟住就係啦。咁如果總之大家睇住佢哋 capture WhatsApp 佢6444870嘅咁樣。咁咩啊？咁跟住同埋咧，阿店長話咧，啲戒指大家唔使擔心嘅，係可以幫你改 size， 改 size。咁如果大家係需要唔同嘅 size， 可以同店長講翻。咁當隻嗰隻 size 本身嘅 size， 我會再同你 confirm 一次啦。咁如果你話唔好啊，長啲短啲，或者呢粒寫成卡幾，我唔想做頸鏈啊，不如我叫店長同我圍圈托又好，清霜又好，咁店長全部都幫到你嘅。
最咁，但係條鏈我都將嗰樣寄翻翻嚟先啦。你可能攞走嗰條白金鏈，可能人掛你其他嘢啦。咁剩翻個中間嗰個粒石咧，咁再叫店長幫你 plan plan， 睇下你中意圍圈再托高啲啊，定係我唔使啦。我中意個人簡簡單單清雙嘅，因為我勁多觀眾係中意清雙嘅，佢哋覺得我大方得體我就好 fit 啊咁樣，大概係咁樣，係啦，係咪啊店長？就係咁，跟住有啲 size 嘅問題，大家都記得再 WhatsApp 店長，佢會同你跟進。但係你唔好介意，如果佢真係未覆你嘅話，你可能再 send 多一次兩次俾佢，因為有時沉咗底咧，佢睇唔到，睇唔到個底個，佢跟住個客佢又唔見咗。咁跟住唔好意思，大家有時 miss 咗大家 message， 希望大家原諒店長嚇，同埋 OK。咁如果我講得唔係好清楚，大家 stop 我再講啊 ，OK？ OK 未啊，店長？好，咁我哋开始讲啦，好冇？咁我车你啦，星期日嘅连线，日本连线，咁大家睇住任何 Kettle WhatsApp 6444870，OK？ 咁我哋首先讲下我身上一啲抵玩嘅嘢啦。好，点样呢？话由啲抵嘢开始讲起，好，讲只开心 CD 先，开心 CD，OK？ 呢只开心 CD 咯，我放一放多啲嘢先。嗱，呢一個咧係一個 tote bag 嚟嘅 ，OK CD 嘅 tote bag， 咁佢咧有啲暗花嘅，好似有啲 sprinkle 喺上面咁樣，有冇發覺？佢好靚仔嘅，佢係比較可愛嘅造型啦，咁你可以咁樣孭住佢出街。如果夏天咧著下嗰啲T-shirt 牛仔褲啊，或者著下花裙咧，佢出街好好。佢裏邊嘅格數都非常之好嘅 ，OK， 亦都有個扣，咁呢個扣咧可以扣埋佢之後咧，個袋會變咗型，變咗菱形 ，OK。唔係 ，sorry 啊，梯形，梯形，我再 emphasize 咧，梯形啊，唔好意思，唔係另一梯形，佢變咗梯形，咁所以咧，係啦，佢係非常之好用嘅一個 tote bag， 我之前買咗好多唔同顏色嘅啦，今次有隻特別版，5500，好靚啊，呢隻好好睇，5500，日本比較多呢啲可愛得意嘅，佢裏邊好新啊呢個，點解你想我知後放喺邊？呢度啊，佢本身系呢度，好嘛？好，继续，好，系啦，下一个。下一个咧就系我身边嘅 FF 啦。咁呢个系一个非常之靓仔嘅紫色。咁啊，淺紫色，淺紫色，咁好多朋友就好中意嘅。咁呢個係超好 condition，OK？、Okay? 咁咧就13800，貼紙還在，貼紙還在 ，OK？ 打俾大家睇。某啲長銀包再上少少 condition 再度，因為呢個真係有啲闊度嘅。咁可以咁樣抽住啦，或者佢條帶休閒孭，休閒孭 ，OK？ 咁如果中意就帶走佢，呢、這個好好 condition， 勁好 condition， 貼紙未搣，13800。下一個，這個未給錢我。下一個啦，下一個就是一個大家中意用的那些 pouch， 那些 CC pouch， 睇唔睇到？嗱，佢唔係 beauty 嗰邊嘅，佢呢個真係往時咧 fashion 嗰邊 ，OK 嘅一個 pouch，OK。但係話俾大家聽，唔好意思，佢個貼咧。是深口搣甩咗嘅俾人，唔知點解。OK， Hi Janet，Janet 做 Janet 晚安。Janet 呢個時間啱好。嚇，佢有個貼，但係個貼跟翻佢 ，OK， 1380一個 CC pouch。我哋好勤力 ，Hello Ronnie， 多謝你。我超中意嘅，巴黎世家，各位晚安 ，Hi Cindy， 好啦，呢個咧係一個 crossover， 全部啲嘢齊曬噶啦，咁咧應該都算係一個未使用品噶嘛，嗰個情況我打開俾大家睇下先，佢塵袋全部齊啦，好先，咁係一個好大嘅 pouch 嘅，前面有字啦，因為係巴黎世家 crossover Gucci， 後邊。正常樣嚟嘅，咁如果大家有時唔想咁誇張，就用呢邊啦。咁可以裝到電腦啦、iPad 啦，其實佢係一個非常之靚嘅男女通用嘅 pouch。Hello Sarah， 型係呢個真係幾型嘅，相信原價都幾貴。OK， 但係而家係6900
星期日都見到我，你睇下其實咧，我呢八日你日日都見到我咯。我就嚟喺機場都同你 say hi 嘅啦，但係店長撳住我，唔使啦。OK， 你知啦。我去到機場係咁買，又買嗰啲紅人啊餅啊嗰啲，你又要講，咪好開心同我啲可愛嘅嗰啲傾下啊嘛，話俾司儀聽我買幾盒餅嗰啲，自己食。下一個咧就係、是、一個 CD 嘅型格 ，So Black 嘅，都算 Wallet on Chain， 佢一個小手袋，可以單邊咩可以咁樣咩 ？OK， 咁隨你中意嘅。咁價錢咧就係11,800，咁你型格啲嘅組合咯 ，Pro Max 裝唔裝得到？哇！試下先，緊緊裝得到，但係個殼唔可以闊 ，OK， 唔可以闊。個殼裝緊緊裝到，但個殼唔可以肥啊！11,800。好啦，下一個，下一個咧就係復古亞年嘅連續幾個復古亞年啦，開始要講曬佢。咁呢個係一個復古亞年，係馬車 feel， 因為亞年咧隨住不同嘅年代，佢有不同嘅扣啦。咁其實咧嗱，唔好睇最 reason 嗰啲，你哋知啦。Hi Fiona， 咁但系咧，即系比阿馬車係再早佢少少，係呢個 box 袋，咁啊型格襯下衫嘅咋，大家玩下嘅咋嚇。呢個價錢係2380，咁呢個咧1980，咦抵啲嘅喎，竟然馬車絕版貴啲啊，反而，嗯。好，咁呢一個咧，我俾大家聽有少少使用痕跡啊！你要睇咩？唔係少少使用痕跡，係有使用痕跡咁樣講，有少水印嘅。我唔想大家翻到去，我冇好似我冇講得好清楚，唔好意思。即係如果有咩損位，我會盡量講俾大家聽嘅。但係 vintage 嘅嘢通常都會有少少顏色上深咗少少嘅啲 handle 啊，因為閲歷同埋嗰個款啊感覺係咁。咁呢隻再平啲嘅1980，咁馬車就2380，但好睇個人中意。如果你想儲馬車呢個款咁，你就買馬車啦。如果唉唔好啦，我都係中意 reason 阿連呢一個扣咁，要翻呢隻 OK。我就會直接做埋嘢啦，不如。好啊。你使唔使再影相㗎？要㗎，其實，所以唔緊要嘅。下一個走佬必備，唔係走佬，機場買嘢必備。OK， 6800嘅 L 君，請問有冇綠色絲絲紅面？係咪粉色絲絲？你講呢個啊？係啊，呢個係粉色絲絲啊。呢個係粉色絲絲，不過我哋諗住今場唔會講啲比較貴嘅嘢，不過如果你有興趣睇都可以一齊。我攞出嚟俾你睇下嚇，等等。咁呢個咧係好啱男女通用，佢係薄身，全部都係布嘅 ，Damia 嘅旅行袋，好薄好輕嘅，佢即係布嚟嘅就 OK。係啊，咁你可以裝好多嘢落去，係咁啊抽住嘅。咁價錢咧問一問店長先，係喺出邊啊嘛，喺出邊好。6800。好，粉紅色，粉紅色，我見佢樣咁十九嘅，但佢又唔係十九嚟喎。佢真係好十九，但佢唔係十九，36800，晶片款式。咁都靚嘅新款，
CD 復古 Speedy 4680。好多呢啲，呢度有少少顏色上嘅改變啊！話你聽先，係4680。阿店長呢啲係唔講過。頭先咧有觀眾話咧，除咗嗰個 L 君有冇其他？我哋仲有一隻巴黎世家，又係好啱大家去到機場瘋狂買嘅時候用嘅。系啦，咁呢個咧好安全嘅，有呢個咁樣嘅拉翻去，呢、這個裏邊啦，呢度拉翻去，餃子咁即係個非常搞笑嘅走佬袋。OK， 但係個字好明顯嘅呢、這個，好正，4680。中意 L 君嘅可能佢未必珠個色啦，中意深色嘅朋友可能會中意呢只多啲。OK， 4680。Vintage 嘅 FF， 1980 Vintage FF 上得薄嘅，好啦，一個特色款式嘅 BB 啦，我想問呢個係咪未使用品嚟噶？未使用品的 BB， 未使用品的 BB， Burberry Kingdom 是膠來的，不知道為什麼要去游水的朋友，3980全身可以打斜咩？可以這樣型格一點的，它3980。好，這個穩陣初豪組合 L 君載到好多嘢，前面有拉鏈 ，OK， monogram 款式穩陣啊嚇，4980，好多朋友都中意啊，因為到旅行就會想用呢啲嘅，因為落曬啲嘢落去，同埋拉埋個拉鏈真係好正。好，好啦，呢個咧就我今日好中意嘅巴黎世家，我超中意。頭先同我店長喺度照嚟照去，佢做咩？唔知咪襯翻件衫，我著得幾好睇啊！唔知點解，同埋呢個係大嘅嗰啲咩大嘅 camera bag 啊，可以載多啲嘢。點解越載越多嘢？又話要整個防曬啦，又話噴嘢啦，又話濕紙巾啦，又話電話，又話電啦，又話線啦咁樣。唔知點解越拎越多嘢而家，廢唔到包添啊！你睇。有沒有 L 君老花牛角包？蛤？22cm， 20是牛角包，幫你找一下水，是 22cm， 這個是3800新款，哦，還有它那個 Mastercard 那個款的，待會跟大家說 Mastercard 那個款，我等在哪裡，這裡，我很喜歡的，因為那時候我超級想買這頂帽，4980 Mastercard 這個款式超後生，好靚，有冇 Honey 需要買俾你噶 Honey， 或者買俾你自己。後面 FF 紫色幾多錢啊？真係好靚，頭先一出嚟介紹咗未使用品，未使用品的它13900，13900，未使用品貼紙鞋真係。
咁好啦，因為哇真係好中意呢個，因為有啲翻學 feel， 好 like 4980，嗱好啱大家穿服都好好噶，後面有一格裝住正經嘢啦，前面有個 pouch 咁樣扣，打開佢 ，OK， 咁樣裝曬你啲書包啊，或者我哋送俾我哋嘅 Honey 啊嚇，喺曬度啊，你又叫我放喺度嘅，係好，下一個 GG 背包 ，Hello Vivian。呢個款有冇其他顏色？暫時冇喎。Clara， 唔好意思啊。好，呢個細嘅 GG 背包，4980，喂，4980，穩陣大方造型。覺得我嚟呢度係要做翻啲，著翻啲衫，你會覺得襯翻啲多，悠閒啲，悠閒啲。係啊，呢個好新。4980前面咁樣打開啦，皮嘅呢條嘢，咁前面有兩個 pocket， 好啱大家裝嘢，咁就暗花啦，穩陣，中長 size 冇咁大隻 ，OK， 因為4000蚊就抵。好啦 ，L 君時間，呢只 L 君，我好多客人揾啊，長長都可能有一隻嘅，睇下先 ，FF。有冇奇？睇下先。請問背後桃紅色嘅 Dior shopping bag 幾多錢？好抵啊 ！Heidi， 等我一陣。係 Kara 咩 ？C Friendly 款有冇其他顏色 ？Friendly 款有冇其他顏色？我有一隻，不過個款好誇張，我唔知道我啲客中唔中意。Hello Lydia， 我去攞好嗎？等我一陣。你頭先點樣同我講乜嘢啊？我去攞嗰個 F F 俾大家攞下先，因為嗰個款咧好誇張啊！我就覺得呢啲咁斯文嘅你哋未必中意，因為可能我啲男觀眾會中意多啲，或者女觀眾去玩即係去旅行嘅時候，因為佢成係一個腰背再加一個手袋，但係佢咧最好笑係。腰帶唔拆得，咁我啲客咪要抽住條腰背，又要抽住條帶咯。你明唔明我講咩啊？所以我唔覺得你哋會中意啲咁誇張，不過唔緊要，我暫時係得。如果我再見到 FF， 我再話俾你知好冇。即係你中意呢啲斯文靚靚，或者因為咧，如果你要再 original set budget 咧，我就反而有琴日我有一場有講過，好新嘅嗰只幾千蚊嘅啫。但問題係依只新款咧。我暫時只係得呢一隻色，係啊，我盡量揾，係啊，好，講埋呢只咯，呢只可能有啲男觀眾中意嘅，一萬零八百布嘅 FF 型格男裝版，女仔都得嘅，咁好搞笑，佢真係一個好腰背嚟嘅，但係佢都唔拆得嘅喎，真係聽話呢條反而拆得。咁呢一隻唔好客氣啊，我會盡量講曬，好想大家真係都買到開心嘢啦。6880，艾新月，6880。而家點樣？好，我哋繼續講一啲咧，大家少見啲嘅環保購物袋啦。咁可能大家咧見親我哋講咧，都係呢隻環保購物袋啦。呢只我哋會繼續有嘅，會集集都有啲唔同顏色、唔同 size 嘅。呢只就2380啦。但今日介紹另外一隻環保購物袋俾大家，2980都係 G， 都係H 嘅。咁咧呢一隻咧係薄板布嘅薄板布面，佢個篤篤你就會見到。等一陣。
佢一樓係寫住愛馬仕嘅，係啦。咁佢有啲簡單休閒版嘅環保購物袋。我除咗佢之外，啊點樣我哋係咪有兩隻 color 噶？紅有誒，唔係紅色係棗紅，好靚嗰隻色。2980，我講埋先。下一睇睇下第二格 Dior Tau 好啊。放咗你先。好，呢、這個全係九五新，好似呢個好靚嘅桃紅色，超新，好似 sprinkle 咁。上到博邊個啊？你講頭先我布嗰、那個嗱，布嗰、那個紋身，我咧我應該唔得。但是有些很瘦的觀眾可能得，這個是6000多的店長說5500而已，店長剛才有沒有觀眾問過我多少錢啊？ 我肯定了，大家再看清楚，我怕我之前有說錯，5500 OK， 裡面超新，我很怕自己說錯。新翻巴黎世家藍色 ，Coach 97新4680呢一隻款齋上薄，冇帶環名 ，OK， 要有帶環名就要買呢隻。有帶環咩？你要買呢只先係有帶環咩？俾你睇下個 size， 呢只可以帶環咩 ？OK， 亦都可以就咁抽，上唔上到博？呢只未必上到博。OK， 貼埋唔該。嗱，有帶環咩？呢只係4500。OK。冇帶齋上薄呢只係咁樣嘅，唔、okay？ 一樣㗎嚇，睇你喜歡啦。但係細嗰個都有個 pouch 嘅，不過 pouch 細啲。OK， 兩隻都係97新。誒，睇下先。細嗰個4500，大嗰個4680。唔該。好了 ，L 君男仔深色的 U back 11980，11980 pre love 嚟嘅，咁後邊有個腰位，靚仔。繼續環保購物袋系列，這個。未使用品啊？有使用過噶嘛？如果咁樣吊嘅，因為可以吊咗喺度用嘅，咁得意嘅，冇得嬌噶嘛，吊喺度。唔係，sorry 啊，6980，環保購物袋貴一啲喎呢個，我出街用啦，翻工用呢個。唔係啊，一隻本身唔貴，中間我知道我知道，中間係皮嚟嘅，所以貴少少，係明嘅，得噶啦。我知道，霹靂嗰只啊嘛。好啦，下一隻休閒使用 Vintage CD 4800，呢個款大家少見啲，因為佢唔係中間嗰只Lady Dior 嚟嘅，佢係中間有條拉鏈嘅呢個。好，呢個又係上次好多朋友都中意買嘅 GG 書包，呢個。3880，咁究竟我哋啲玲瓏中意呢個多啲，定係中意我嗰個巴黎世家多啲咧？
買曬兩個咪得咯。一三五二四六，星期日自己揀。喂，你估前兩年我唔買，真係而家就話用新幹線啫，傻豬嚟嘅。梗係跟住 Angelo 用噶嘛，大個咗，係咪先？好啦，跟住呢個三千八百八十 ，Mandy 嗬 ，Mandy 明。好細個，我哋兩個喺度成日買啊買啊，睇下，成日問佢興唔興噶，興嘅買啦，真係嘅，成日買買買買，佢買得多我啊細個，我聽3880，因為我使一啲錢買公仔，所以冇咁多零用錢。使好多咯！我嗰日咧有個好朋友喎，佢係一個用錢好小心嘅女仔嚟嘅，所以佢有幾層樓嘅。咁跟住咧，佢唔睇我直播唔使驚，佢話唔會咁容易輸喺我手上，但係佢都係幫我買嘢，好囂張添今日。跟住佢話你有冇計過你一年用幾多錢買紅人啊？咁哇死啦！幫佢講翻條數，我又揾翻個代購睇翻。都真係應該買翻俾店長啲錢，留翻啲錢俾店長。1980，講真的，嗱呢個係線水嘅。點樣落單 ？Hello， 佢話：咁你例如你睇中咗，等先。例如你睇中咗呢個小手袋咁樣啦。你睇到有呢個小手袋，你 cap 圖先，你要加咗我同事 WhatsApp 先嘅，64444870咁樣啦。咁跟住咧就佢會同你接洽嘅。咁記住，大家如果手袋即屋企有啲手袋閒置咗啦，覺得好悶啦，換顏色啦 ，Lindy 我要換顏色啊，黑色換高 color 嗰啲咧，全部 WhatsApp 點樣啦。咁如果我哋本身公司有嗰啲咧，我哋就直接計翻個數俾你，睇下你個數啱唔啱心水啦。咁佢都可以分期嘅。咁如果你話唔係啊，我都係想訂一隻我再。特別要的顏色或者咩扣，我嚟俾只舊嘅你，我再補錢換只新係絕對冇問題，店長會幫你計噶啦 ，OK？ 係 ，Hello Heidi， 好啦，就咁，你嘅一個，好啦，下一個全新嘅墨綠色 GG 卡包。1780，我講錯咗啊？可能我講錯咗。我講咗幾多？好啦，講一條大家成日等嘅啦。哦，上次我爭我觀眾嘅腰鏈咧，就係佢啦。我留低咗喺日本，我唔記得咗講，一直。都唔記得，咁跟住嗰位日本同事一直都冇去揾翻俾我，佢話佢唔見咗我留咗喎。咁我一直都同佢講，我揾到條腰鏈俾佢，我一直都冇得講，就係、是、因為唔知嗰件貨佢哋塞咗喺邊。佢終於喺佢放春節假期之前揾翻俾我，咁我希望各位觀眾冇離我而去。OK， 就係我要買嬲啊！我講咗三次，我哋有傾偈，佢話你係咪攞條腰鏈？就因為佢一直咧，阿小卷廁紙都冇攞翻條鏈俾我，講唔到，圖又冇 cap 喎嗰日，我話要呢條鏈嗰陣時，圖又冇 cap 喎，佢又唔知我噏乜喎，我話唔係咧，我有條 vintage 嘅 CC， 我留咗擺咗喺我哋嘅腰嘅 area， 佢話 no 呢 no 呢，有呢有呢，我話好啦，唔緊要出嚟有冇講，咁講下佢先，咁佢條係 vintage 嘅 CC 咯。收鬼埋咗我條鏈啦，小卷廁紙唔知搞乜鬼啦。咁跟住咧，咁樣嘅呢、這個係6800，我唔知佢仲有冇睇啊。希望佢有啦。卡唔切，好快邊只啊？好快，慢少少，我哋可以今日可以休閒少少。係啊係啊係。卡唔切邊只啊 ，Fiona？ 你話俾我知攞翻出嚟好唔好？係咪喐嚟喐去嘅裝鬼咯？慢啲，我慢啲。size 呢個 size 總長俾大家好唔好啊？
哇，嗰次真係嬲喎！我話：哇，你影張相俾我 call， 我揾唔到樣嘢，我影唔到張相俾你喎咁。我真係嘟嘟嘟嘅想講，80cm 跟埋個 vintage 噶啦 ，OK， 80cm 呢條腰鏈 ，OK， 戴頸都靚嘅。好啦，咁我哋講下一樣。繼續環保購物袋系列，呢個長型2680，長型2680，呢個款好多朋友就中意，因為佢有拉鏈，可以拉實佢，每啲啲嘢出嚟，冇客氣啊，唔好意思，我份嚟整佢啊。好，得，哎呀，原來我都要喎，等我諗下先。啊，係喎，唔該你，擺上嚟啊。我想買呢嚿嘢，不過香港冇，唔啱位，唔阻啊！最中意做嘢，唔做嘢又矮矮。好啦，呢個5980 Lolo， 好靚嘅高卡啦，休閒用，打斜咩試下先，係得嘅，就咁拉直佢係得噶啦，好似啲 Kelly 咁樣。呢、這個 Lolo 我覺得呢個顏色好靚，好簡約。咁呢個價錢呢，我睇下先，5980，喂呢、這個靚啊，喂，係咪啊？中意啊呢個，小心下，好，下一個，喂呢、這個我俾咗錢我嘅，呢、這個未，俾你，好，下一個 ，Anson Law 系列，跟住咧你都唔知啫，講開買嗰啲袋咧，大家就突然間諗起要買俾嗰啲人嘅咧，你明唔明啊？嗰啲靚仔。好，呢個6980，呢個貴少少，因為佢可以裝到細 iPad， 同埋佢係一個舊未使用品，所以貴少少。係、okay、啊，6980。咁咧，除咗佢之後咧，即係 I mean 佢除咗條帶之後咧，呢個款可以當 touch， 因為佢大少少，佢兩用嘅。睇先 ，Vicky， 好，可以啊。意思啊，靚女借一借個靚袋睇下先。咁咧呢個咧就係、是、一個好靚嘅 Flamingo Gips 細 size 嚟嘅，廿幾啊俾。嗯，係廿幾，真係。嗯，貼咗去邊啊？啊，貼咗佢揸住。29800，靚價。是啊，肯定好 ，OK。沙大好多噶，琴日嗰啲咪31咯，黑色。Mandy， 仲要翻嚟我外婆啦。啱先講完你壞話，講笑。我聽咗，喺屋企食緊早餐飲咖啡，聽到我講佢個名字，即刻彈出嚟。Hello， 咁呢個咧29800，我哋心係對方咁，我哋心係對方，你知唔知啫？靚靚，仲未翻俾啊！我仲未翻，我仲要做多幾場直播先翻。未咧，係唔使翻㗎啦，我哋長住喺度啊，29800。29800呢只真系靓，嗱，大家睇下扣先，因为太有啲贵嘅呢只，因为即系唔系好平嘅，就算好平嘅都要睇清楚。好新净啊呢只，条带又系啊拆咗出嚟。29800呢只超靓，好耐都冇啦。到你夏天嘅时候，你拆咗佢一半啦，不如绑 Twilly 就得噶啦，就变咗腋下包。俾翻個 model 先，唔該曬。29800 ，OK， 好啦，我哋繼續。28嚟嘅，要翻古墓，我啊，
我頂帽好靚，我頂帽可以買嘅。Sorry， cap 唔切 ，CC Tollback 2680號。多謝你就真好，下一個咩話？好呢、這個白色 Demi 啊，9500。好，下一個，下一個大家少見啲嘅。阿連上都薄嘅 Tollback， 阿連上都薄嘅 Tollback， 1980，有拉鏈嘅，中間可以裝到長銀包載住。喺呢度咧，佢有少少折痕，我唔知道可唔可以整翻直俾大家，揾清楚先。前面就冇嘢啦，後面要講清楚佢個折痕，我唔知道大家會點諗。好啦，呢個款大家好少見嘅 GG， 我好中意啊。7980，呢度多啲特色啲嘅款式，又可以咁樣抽住。7980嘅 GG 超抵，我哋冇千幾蚊啊，店長。2800，好，呢、這個做乜事啊 ？Damia 嘅男士包包5980，襯袋齊曬5980，啊呢個真係幾實用喎，5980幾好呢、這個。加埋電話，加埋嘢。好啦，講下佢先。我好中意 Graffiti 銀包，唔使急住翻香港。唉，我都想，但係 Mandy 話齋古墓召喚咯，召集團，古墓召集團。好，呢、這個幾多錢啊？呢、這個？5800，絕版靚扣，下一個我係超中意嘅，有帶嘅，裏邊超靚，華文，4500，哇呢個好靚啊呢個，拍得。嗱，呢個點解會覺得佢貴少少咧？因為呢一個咧係 PVC 嘅 FF 嚟嘅，咁大家可能見到我哋啲 FF 可能係一兩千蚊嗰啲咧，佢係布嚟嘅，咁首先大家可能要知道個質地唔同咗，所以個價錢會有少少分別。呢、這個5500，呢、這個5500，呢、這個比較新淨啲啦。同埋咧，佢咧係有層袋俾埋你啦，同埋佢係可以拉埋咗之後咧。覆蓋咗個面，咁變咗你就可以唔使太擔心你嘅嘢會跌出嚟啊！咁佢又貴咗貴佢嘅價值嘅，即係佢貴得嚟，佢有翻樣嘢俾你，有啲唔同。OK， 咦？點解我 friend 有情侶套裝嘅？我想你幫我望一望。Oh.
係啊。唔好再摸啦。可唔可以睇下防水嗰個 FF？ 防水 FF 原來係咁。你知唔知道啊？終於揾到啦。我係啊，我同你講嗰陣話好奇怪，係啊。防水啊 ，Hello， 有冇 small wallet？ 有。等我一陣嚇。依、這個防水嘅。嗯，淨係呢個，淨係呢個嗱，上邊有啲啲得得得，唔定係呢個，呢、這個係線水啫，你去到防水嘅係啊，因為佢 PVC 嚟嘅，呢、這個就真係有陣靚少少嘅面嘅，我睇下問下蘇蘇話講緊邊個先，好，我哋問下我哋尊貴嘅朋友仔，唔緊要，兩隻我都照講啦，5500，1980。咦，你唔係叫我講呢個嘅咩？哦 ，Hello One Speedy Mini 內格，嗱，我一齊再嚟多次，呢個個內格，嗰個個內格都一齊睇，好冇？这个内格就简单到一个点，连暗格都没有的，只有一个卡位。 OK， 那有一个前袋送给你，哎呀，大力得滞添，唔使唔该，挂翻上去。嗯粗暴咗，粗暴！哇 ，Candy 你好啊 ，Candy 你好咩？呢度嘅內格係咁樣。GG 打開長銀包裝到 Free Love 3280，兩隻價錢一樣，56804680，大家首先看看先，大格仔是4680，細格仔新少少的，因為 Vintage 有分不同的用的，即是不同的 level 啦，有些是成色靚啲，有些成色是爭少少，如果你覺得我嚟玩下冇所謂呢，4680呢隻，咁如果呢隻呢另新啲嘅，就真係有一分錢一分貨下，5680 Vintage 嘅。有冇帶在裏面等等，冇帶，是咁樣噶啦，就咁抽住。係啊 ，GG 背包，簡約款式啊，呢個後面可以扣住啲嘢，有啲朋友知道呢條帶我嚟扣住，呢個係。3680，簡約 BB camera bag， 咦，簡約 BB camera bag 4880，後面有電話位，前面就咁，打斜咩 ？Daily use，Burberry 呢度就比較多格數咯，呢度一格大，兩格，有一格細，跟住後面有個八通位，男女通用咯。應該幾死都要俾我講嘅喎，你嗰度啊？你未得。
呢個 GG beige color 可以上薄嘅，再到 iPad 翻工用色嗰款比較斯文少少，三千三。可能大家都會少啲見，佢冇得意啊！裝到 Pro Max 啊，今次超得意，有啲因為真係好有呢一個愛馬仕精神啊！呢個拎去巴黎總店，佢要鞠個躬俾你。好早期已經買啊！你同佢講，我屋企留嘅。我呢個真係好勁啊！呢個。好嘢的你6980，是啊，那邊才最勁。我不可以跟我生人站在旁邊，知不知道什麼啊？唉，店長今天做得滯，是很得意啊，超得意，真的，我相信我所有觀眾都未出世分鐘。之後夾埋都係一廿歲，我十歲你十歲，唔係我大啲，我十一歲。2980，呢個係阿 Lee 嚟嘅，出邊有一格 ，OK。呢個係咁啱跌咗定係咩 ，baby？我先講住先，我講一講，因為我點一點。呢邊阿蓮嗰個可唔可以孭上身？嚟，唔得我唔該，可以啊，佢好長噶，好長噶，有嗱我件衫好闊身噶，佢都可以咁樣噶，係啊，係啊，前邊仲有一格多嘢，非常方便，佢圍圈嘅，輕身嘅，有拉鍊，實用。未講幾多錢 ，baby？ 好，呢個係，呢個係靚餃子，靚餃子。3500，仲有條帶，休閒使用品。居然嗰條餃子唔錯。冇客氣。呢個啦，好舒服嘅絲絲。咁咧，佢都係一個斜孭袋嚟嘅。前面可以裝電話，裡面可以有個很安全的位置，大家搭飛機的時候用它啦。因為呢攬住 take off 真的很舒服，你就不可以攬住 take off， 空姐姐姐會拿走我的袋。這個是很舒服的，淋淋地，是的，這個很漂亮，9500。幫我看看卡貼貼先， wait a moment， 襯袋卡貼齊，有條帶可以扣住你的銀包， OK。講埋我個 friend 啊，店長你介唔介意唔好似第一第二我頭先話好靚喎，漆黑漆黑啊 ，so black 啊，俾我咯。呢度唔該你嗱，咁如果你 travel 啦 ，let's say 你 travel 啦，咁佢呢條繩其實愛嚟做咩嘅咧？我係扣住你可愛嘅包包嘅。咁當然啦，你無論攞個10蚊店嘅包包嚟載住你嗰一大堆人紙又好，買個真係買個 CC 嚟扣住又好，咁你載住佢咧，我依家會講呢、這個，呢、這個係我喺日本揾到最靚嘅佢，咁你載住佢啦。咁佢裝曬其他嘢啦 ，fit 曬，呢個袋真係好用啊，9800，真係好好用，超中意。男女通用添喎，你叫阿亨利幫你孭一孭，佢唔介意喎。而家幾多男仔用 CC 啊？佢哋都好走在時代尖端嘅話，你聽唔係聽解啫？真係㗎！我琴日咧，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？我琴日嗰場咪專做靚衫 CC 啊，即係早啲嗰場，晏晝做 L 君襪，即CC 佢咧。
都同我講，哎，我呢件絕版嘅 G Dragon， 你如果啲客中意就要帶走佢，我冇噶啦。因為有啲有啲朋友係真係中意著翻同佢喜歡嘅明星一樣嘅衫，係啊。真係錯，好多人話要買阿蛇嗰件衫咯，我知道。阿蛇嗰件衫又幾靚嘅，仲易著啊嘛，中意一年9500。你真的到時要買找店長啦嚇。好，這個是未必有的，那些很 hot 的，蛇著了幾件，9500，這9800，小的 Lady Dior Vintage 啊，告訴你聽啊， BB 啊，你一間呢攞阿雀，如果不是你會很容易繼續的，等一等，你明白嗎？大的書包在那裡，Lindy那裡，大的書包。這個是2800。哇，這個整個 family 都齊了，有大有小，有左孭，有右孭，有背囊，即是怎樣？一家人喎，第一半一家人喎，而家。我問一問店長啫，我叫佢咩款都出曬。嗱，有大套、細套啦，背囊啦，打斜孭啦，大細大細媽咁乜都出曬，阿爸阿媽啊，爺爺公公都出曬。有乜鬼啫？乜鬼喺度？嗱，呢個又係 so black 嘅 GG 嘅，呢個俾阿店長計翻個靚價先，呢個有少少貴，定係你講過？呢個真係貴，咁貴都係唔好講。係咯，俾我啲客嬲。好啦，呢個就講名，呢個未，呢個店長我要講嘅。幾多錢啊？呢個？好好好。呢個細餃子。方便有咩？物主是同一個人，成家買曬佢，係一萬1500，一萬1500。好，真係大家可以睇個直播啊，唔係大細，因為唔同顏色嗰啲係近房親戚。跟住咧，斜咩背囊都有，真係搞笑。一家大小靠曬你就係，跟住5800，呢個咧係愛嚟可能俾大家好骨子咁裝下你啲嘢，去旅行嘅時候，哇！呢個真係用個 L 君嚟裝住你嘅去旅行嘅衫，我係無印嗰啲 friend 幾百 yen， 你又用 L 君嚟裝住你啲衫真係勁，我呢個係5800。好啦，呢個都係一個線水嘅 GG， 線水嘅 GG， 3680線水 GG， 前面有兩個 buckle 嘅，可以打斜咩？男女通用。呢個靚係有冇價錢啊？呢個做乜嘢？呢個？有啊。好啦，呢個布版嘅 FF 啦，呢個就真係輕身嘅環保購物袋啦。係 family trip， family trip。啊，跟住話 Mr. Hermes 嘅你一 A B C D 咩一 A 一 D， 全部佢成家人坐曬嗰六個位，二 K 都係佢坐，二 A 同二 D， 六個人坐曬 ，OK， 好啦 ，OK， 依個咧係1800。好啦，講隻型少少噶啦，
好嘅 ，OK。得得，哇！呢、這個好型喎，店長，好襯我啊。係呢個好型啊，呢、這個哈尼世家好型，都價錢都係抵嘅，5800，好好啊！呢、這個成色非常新，線水嘅喂 ，PVC 嚟嘅，幾涼喎呢只。shopping 必備，想帶去咗成。好啦 ，mini monogram 米色絕版，5800，前後栽嘢，中間分開。GG 線水上薄款 ，GG 線水上薄款3500。銀袋俾埋你，翻工必備。你有冇俾咗幾多錢我未噶？翻工必備咯。好，好好好，翻工必備呢、這個。2980，我睇下先。想問啊，做咩都係差緊啊嘛？差到嚇得我啊！好，繼續，慢慢地咯，覺得佢。好，呢個 GG 琴書袋，琴書袋幾多錢啊？暫時是不是飛了下來？是9500，未使用品。 Hi Shelly， 好，我先說我這個 So Black 先，7980，晶片 ，Hello Irene， 晶片款啊，7980，呢個係絕啊，一絕。但係佢我講出俾你聽，羊皮，小牛皮定羊皮啊？點樣？我清楚先。小牛嚟嘅，小牛係啊，小牛嚟㗎，小牛嚟㗎，我驚講錯咗，因為呢個係小牛，因為好多朋友見到佢咁嘅色嘅，以為係羊，佢唔係羊。L 君打斜咩？8800，好靓呢个，春夏气息，浓厚。前面一格，后面一格，装到 Pro Max， 我几好睇喎呢个。里面好靓，8800。因為 VPN 的朋友，我們直接寄了回香港，回香港先說。即我們 pack 了，不可以不說住。我那邊，那邊有什麼？那邊還有什麼？我看看這邊先，喂，你回顧一下，我這邊有沒有人說？這邊？這個？是。是。同埋樓上藍色，是不是藍色啊？哦，唔該。呢、這個嚟，呢、這個有，係9800。嗰條帶唔係打斜咩㗎？係咁樣㗎嚇，好新，舊質新，打開裏面睇下。
Hello， 呢、這個4800 vintage 藍色。Hi Sandra， vintage。咩話講錢？嗰位就黑色先嚇。嗰位就黑色，黑色幾多錢啊？黑色唔夠，唔夠靚。好，你嗰邊，爭攞只翻工俾你。我講曬㗎啦，你睇下揀。店長幫你哋揀下啲銀包，等我陣，呢個得。係好開心我放飯愛我，唔係我唔會放店長愛我，佢有佢請嘢做，我自己放自己飯嘅。我見到 GU 喺後邊等緊我，我琴日買嘅咩咩，我喺 GU 買咗1480 yen， 我覺得呢個色好襯我。唔緊要，你哋繼續買士鏈嚇。請問有冇有 CC 卡包？而家冇，暫時未有啦。Janet，我同你咁熟，你不如直接講你想要咩類型嘅款式 ，classic 定係玩款，定係你想買有啲特色啲 vintage 啦。Let's say 你可能話，哇，我要喺日本，我要買啲特色啲嘅咁樣。你話聲我聽，我點樣研究一下 ，send 啲圖俾你。好，呢個係一個好靚嘅 GGU bag， 咁後邊有心形嘅，但係唔緊要，呢啲係你自己知嘅啫。OK， 收埋咗。OK， 咁跟住咧，呢個係4800抵玩。好啦，講埋我身上面呢個可愛小包包啦。這個是一個FF 的小包包，可以扣在你的袋裡面、okay? 它是一個小包包，我們喝東西可以帶它出街，它可以將它放進去，這個叫金鏈。店長你看看多少錢行不行？這個有少少貴的、好像我之前說過一隻的 baby， 好像真的是，還是可以放上去呢？我不太肯定。邊個 PVC 啊？唔緊要，你答咗我幾多錢，我順便我陪你揾。好，唔該曬，4980，好，幫你揾啦。好啲啦，你咪要我唔使喺度講係嘛？你嗰邊個台有冇嘢講？我要同佢哋交代。好啦，好啦，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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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算怎樣被人摸殘過的了，它應該是放在豪宅那裡的、okay? 因為如果它真的用過插曬或者有些手印已經不是這個樣子了、okay? 3800值得為你的 memory。 OK， 下一個阿蓮二給我、oh, sorry 不要緊，2980 Hi sister， 簡單接一下錢不會爛的，這個夠高薪大象灰，唔係二攤式嚟嘅，2980阿蓮。好，我想講翻兩隻可愛 baby 先，可愛 baby， 但我唔知幾多錢嘅嚇，中意一 pair 買走，粉藍命粉紅，隨住，咁嚟睇下先。
因為點解咧？有啲朋友就係中意嘅，因為佢有條咁樣吊住啊，咁樣可以掛喺牛仔褲度啦，咁樣樣唔會跌啦。喺我行街嘅時候 ，OK， 卡包三格嘅，呢個咧未使用品嚟嘅，幾多錢啊？兩隻都係未使用品啊嚇，一 pair 啊，同你個 Honey 貴物2980全身。3500，呢個你要載翻上門俾佢先嚇。長嘅幾多錢啊？呢個嚇2800，好啊！我呢個靚啊，呢個 Demi 啊，好新啊，3800長嘅。我之前咧好多朋友都話揾男仔長包，我真係冇啊，六月一號今日有好多啊。嗯，唔錯，呢個好好啊，呢個好靚。好啦，呢個又係格仔 Demi 啊。長包，因為可能咧，依度嘅男士都好中意用長銀包，所以佢哋好多唔同嘅款式俾我哋揀。咁我哋女仔可能女仔你會揀好女仔嘅2980。阿蓮喎，好啊，聽下，好啊。阿蓮都有長喎，我哋今日阿蓮都有長，同頭先細嗰個一樣色嘅熱灘色。阿蓮底啊，1980，咩嚟噶？L 君嘅 bell size 短少少，好短咩？睇下，好誒1980，我睇一睇個 size 先。點長啊？等我睇一睇個 size 先嚇。呢度80都唔算短啊！我哋啲觀眾 OK 啊。情侶套裝嚟喎，攞嚟啊！長短啊，你揀啊，點話短嚟啊？好啦，繼續 PC 人包。頭先有 baby 套裝啦，有情侶套裝，有長有短，隨你中意。睇下你嗰個用咩套，可以用翻一套啊就。長嗰個用嗰只，短嗰個用呢只咁啦。好得，講開就短先，短係咁樣啦，打開。長嗰就講埋俾你聽。長嗰只咧係拉鏈嘅 ，OK， 一模一樣款，有長有短嚟噶。今日算多噶啦，未使用品。長啊，頭先店長咧話咗俾我聽，3980，長係3980，短係3500。長短同款，隨你中意。仲 L 軍卡包，小人包嚟噶，呢個好啱大家用啲細袋用噶。載到錢嘅，未使用品4680。Hello， Coco， 好啊。絕版 Coco， 裏邊人色，有卡有貼，加錢。好，4380。呢個 pouch 俾我，好啊，你講價錢。好，這個、呢個咧好多朋友都中意嘅 pouch。可以就咁拎出街，打開去就咁裝曬你啲錢，4800，幾粒嚟啊呢個嚇？好，多人長銀包，全部都係男仔銀包啊，即係男女用得嘅。不過咁講聲你聽，好少有機會咁多長銀包我哋。多人咁多錢分開。飲水係好好飲，4380嗰日 pre love 嚟嘅，
開始啦。好，個小嘅 CC Bulge 係飲啲水，講埋呢個就差唔多啦。CC 細 Bulge 2980。巴黎世家可以就咁抽住，亦都可以上博咩，好方便啊！呢个好4800，咁大家中意佢啊，定系中意我嗰个浮夸啲 friend 咧？咦，我浮夸唔紧要嘅，唔紧要啊，呢个。低調，好難講啊！我估大家可能中意低調啊。我中意浮誇唔代表大家中意，可能嗰只嘢用黑色好啲。講只特色版本嘅嘢啦。佢個 bag 齊曬一套大 size， 之前有男仔朋友揾，39，好一套齊曬嚇，6980，俾埋個兜你，兜住，我兜翻來先，咁靚個袋。小尺寸的，不是小的，這個大尺寸的 Prada。 咦，這個是我和 Mandy friend Helen， 我來的，多錢？這個是這個，不是，這個？是，他趕了，那個，是啊，那個沒有，哦，來的，這個多錢啊，講一下，這個，3800大沙士拍啦，呢個抵揾。嗯，幾錢啊？要俾我4500，黑色餃子。有冇長打我望下先？嗱，佢原先有長打，但係而家冇。本身這個款沒有長大過，怎麼說上薄的就這樣，沒有長大的本身沒有，這個好實用的，它好新淨喎，呢個 reporter 好5800。呢個 monogram 呢個係啊，等你講佢先。頭先你未有係mini monogram， 頭先我要講輕身嘅絕版。打開看看，好3980，pick up 背包3980。
頭骨，嗰條短帶，嗰條長毛帶，呢個係9,880，9,980。係。打開俾你睇。跟住我暗白樓。後面ですよ。どこで買います？どちらのサイト？ああ大丈夫です。送料込みです。アリ。第二個呢個。はい、お願いします。失礼します。大丈夫。阿里嘅大丈夫有款小字，可以咁樣打開，裝住啲嘢幾靚。因為休閒用，因為阿蓮大丈夫幾多錢？唔好意思啊 ，sorry 啊，係5,680。皮的巴黎世家小尺寸3,880，有皮的 pouch， 小心啊，有皮的 pouch， 講了小都係睇下手睇啦，咁我哋咧暫時頭一 part 完結啦，咁睇下條筋係 H 嚟嘅，幾耐？唔知啊，前啊，呢個切合定係嗰個？可能係對頭。加前後補，全新的 H45。咁我哋暫時過一段落啦，咁我哋好快再見面啦，拜拜！祝你哋有 nice 嘅星期日，講咗。